关于在外面跑的人，就要带着一个积极的形象出去，才是一个创业人士的精神。喂，需要殡葬吃土葬的吗？是陵园的，我承担责任，就这里优惠。像你不相信，我可以把我的奖状全部可以报给你们看。您的那个收入大概是多少？这个收入以前说起有点黑人，原来我每个月是50000。生产企业是我自己签的，就是这个地方签的。他比如我有哈不行了，都喊后人打一个电话。晕车啥子都给我安排好了，所有一切都不麻烦其他人了。哪个我嘛？我倒是在耶。花峰，哪个我？八九十一啊，你还来？不服老，我永远都不服老。那个人生啊，虽然年轻人很苦，现在我是该玩给的时候，该吵的时候了。时代是我的。